石学园表演二路摘要。 由原来的风格发展到既有长拳舒展大方的手法，又有地躺拳跌扑滚翻的风格，手法严密紧凑，长短兼备。20年代初，由山东王传义到大连收徒授拳，传授七星螳螂，以后又到沈阳、营口等地，逐渐传遍全省。